做囡仔时阵吼，也无钱通我读册，啊嘛无钱通我食中午餐吼，啊，迄个苦咱拢知影。出社会了后，规路感觉拢一直有受着贵人甲咱相助，啊，让我去读了三知识。我一直在想说，当我有一天我有能力，我也要像他们这样子。好好，达人。我做这个环保吼，我讲这个环保，甲我有足深足深的这姻缘，就是讲，阮是靠你做大汉的咧。哦，啊，咱爱感恩，敢伊是咱的爸母，所以讲我不嫌他错，我是觉得他是可以照顾很多的，所以我做这一个环保，所以说不会退转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